迪丽热巴拥有精致五官以及可爱的性格，收获大批粉丝喜爱。她的感情生活一直是外界关注的焦点，过去曾与杨洋传出绯闻，如今又被爆出和黄景瑜热恋中，再度引发了热议。日前有狗仔爆料，暗指迪丽热巴已经怀孕，目前正在养胎，加上她从去年六月拍完戏后就没有进行剧组，露面机会大幅减少，微博上的照片也大多是穿着宽松衣物，种种线索都让网友十分怀疑。消息传开后，迪丽热巴虽然没有正面回应，但她晒出了自拍照，难得露出小蛮腰，疑似是为了澄清怀孕谣言。不过眼尖的网友却发现她身后的壁纸和黄景瑜家的一模一样，因此怀疑两人假戏真做，掀起网友热烈讨论。